这个也是在做竹蜻蜓。没有竹笛。竹笛。会吹的。笛子。像这个嘛，我们一连上去嘛。小时候的智慧哈。没有，小时候智慧没有。哎。就这个是用金那个金属垫片。嗯。气球有玩过吗？一吹有没有？哎。哇，这边吹，这边气球在这边。嗯。它里面有那个金属垫片。嗯哼。考虑安全，不要开玩笑。哦。所以就用木头的。用竹子有没有？嗯。我一直在研发嘛。嗯。这手指有点，因为这是纯手工啊，因为不能用机器切，机器切太快有没有哈？马上会裂那个串丝啊。像你这样子 DIY 铜腕这样一份多少？这个是像这种有没有？我们是大概在这边玩有没有哈？大概是40块左右。买一个40。对，我们给他们体验了。嘿嘿。啊，怎么样？第一个步骤怎么样？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。那这个有没有？粘的时候我们会用碟子放在这边，给他们去粘上去。嗯。啊，像这个水杨皮种子，我们都，因为我们是做半成品在这边。对对对。啊，不可能给他拿锯子那些，要磨那些。对，所以你都事先弄好了。对，像这个是我们剪好有没有？要果地的把它留起来。嗯。都机器打个洞下去。像小鸟。对。这一粘上去有没有就不一样？这叫刚刚这样叫竹笛，嗯、啊，变竹鸟笛了。嗯，因为很走环保嘛。对。有没有？